2023年11月29号，今天是礼拜三哈。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但北季风减弱，各地气温拢会回升哈。啊，差不多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山区部分所在南山低阵雨。古历行到10月17号，啊，那气温的方面呢，对北较南温度19度到30度。多，这是咱天气状况，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甲进行着咱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甲看新闻哈。来，首先咱第一篇的新闻啊，要来个看这个好友谊的，好友谊啊，这个最近选举到底是民调一直爬不起来，原因还是受到什么款的影响呢？竟然来话出讲，伊若当选总统的时阵，要来开放着中国的少年家囡仔来咱台湾吃头路。但是咱知影即马中国的少年家囡仔找无头路的人有够多，可能有几啊百万人，甚至几啊千万人。如果即群人啊叫开放来到台湾的话，就对啊啦。台湾人敢够有头路人吃？啊，是安怎样？我伊要安尼做呢？是不是因为去搭档着迄个亲人的赵小康的关系，还是有人伫背后落指导伊，叫伊着爱行中国路线这条路？唔定是安尼尔。伊佫讲，伊如果若当选台湾总统吼，要伫金门啊，甲厦门就对啦，要来开一条吼金厦大楼、金厦大桥。啊，这条金厦大桥当然有讲啦，伊讲伊会开放吼，互人去做公道，通过伊的水体。啊，这对咱台湾的治安拢造成了真大诶影响，包括经济拢真大诶影响。这个人到底是捌治安、捌国防、捌经济无啦吼？来这边咱个听看卖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啦，伊讲伊那当选总统了后啦，国民来开放中国学生来到咱台湾吃头路，啊嘛要展开了一克化，就是两岸经济合作结构协商。要搁再重新来谈判安尼啦，要来快速来重新来谈判吼啊，服务贸易，货物贸易，民进党张统辉好友谊，下跪的提药单，这唔定已经背离了国际的精神，冲击着国内的就业，更加凸显出好友谊对这个经济、对这个贸易的精神变化，会当讲肤浅呐。啊，罗定宁嘛批评好友谊咧讲呢，敢讲吼对着中国安尼婆婆塔塔，比照顾台湾人搁较重要吗？好友谊这里又咧讲讲，伊若当选台湾总统，明年第五年控就职了后啦，马上吼，伫这个尊严优先的前提之下，含对面国了对啦，重新搁再拍开了两岸的对话交流。要来开放大量的中国学生来咱台湾读书兼吃头路，用安尼讲要来救台中国的失业率就对啊啦，用安尼讲要来刺激着台湾的经济啦。民进党发言人张志和伊指出咧，讲讲伫台湾的服务业面临了转型升级的时阵，好友谊无去想讲台湾的产业的经济发展的困境。反倒回来算提出一个十年前就已经无法度人通过的服务贸易，要将台湾的前景设施入面伫中国的市场内底。过去的马英九过度误着中国殖民岛的经济政策啦，造成了社会高度的怀疑，啊嘛来引起着反服务的贸易的运动，甲太阳化学运的反扑。张志和伊强调咧，讲讲目前全世界供应链拢已经定做啊，啊国际的企业呢，嘛拢三者对中国来撤离开啊。中国的少年家囡仔无头路，一四山落岗，嘛拢大大减薪啊。国民党的经济政策竟然公示中心要拍开服务贸易，要来开放和中国的失业人口来咱台湾吃头路。可见好友谊唔定背离了国际这个现实，更加予咱台湾落入了一种市场的陷阱，根本就是正规的提药单。赖清德竞选总部发言人陈世凯嘛指出咧讲啦，讲中国国家统计局啦，
伊有来统计讲，今年六月的中国青年失业率降到21%啦。另外，佫有即个城镇的调查吼，失业率原来有5%几就对啊啦。而且后来因为讲即个数字根本就是造假，唔定21%尔尔，已经有超过40%。到尾啊，即、這个中国的国家统计局煞同我见笑，当时讲袂瘾宣布啊啦。唔爱算报吼失业，迄、那个失业要看几趴啦。结果换算，敢那是讲中国的少年家囡仔失业率的人口，即马清清猜猜拢已经超过600,000人。那何一对这个台湾的市场入来大量的抢食着咱台湾人的饭碗的权益？这个时阵呐、啊，这个所谓的这个薅掉皮吼，的经济政策是这个中心要拍开服务贸易，包括劳动政策是开放中国的劳工来到咱台湾吃头路，包括吼两岸政策是生命救力共识。敢讲对着中国婆婆塌塌，比照顾台湾人更加重要吗？民进党团干事长老世芳伊嘛咧讲呢，讲所谓的这个好康配啦。好康配就对了啦，无了解国安的重要性，无清楚台湾的青年的就业的本质，未来那薪水去拖过去，技术去拖过去，劳动力吼，重新搁再吼，回到了台湾市场，这会影响到咱台湾的国际竞争力，和台湾变成了红色的供应链，所谓的好康啦、啊。煞好康对中国人，对咱台湾人来讲煞无好康的呢。另外，这个民进党团书记长曾水雄伊嘛批评咧讲呢，讲侯友宜提出的政策是对中国的少年家囡仔好康啊，啊那对咱台湾的少年家囡仔来讲是创康啊。但呐，针对着中国学生开放，都已经冲击着整个台湾就业市场。民进党立委参选人詹碧如嘛咧讲，2017年中国学生周鸿祝来到台湾，诶，政治大学留学，都笑想要伫咱台湾发展，和经费干涉组织未成，被判1年2个月定案。另外，中国的炸弹客张海川嘛是典型案件，那大主大义。来开放这群人来到咱台湾读书，吃头路，对咱台湾来讲，绝对不是一件好康的代志。包括讲，伊若当选台湾总统了后，要和金门人去公道，看是不是要起一条这个金哈大。大旗都无安尼就对啦，包括一克华要重新来迄个谈论迄个服贸货贸，包括开放中国学生囡仔无头路来到咱台湾吃头路。嗯，哦，安尼哦，啊，伊即嘛是选中国总统呢。这个最好啊，哎呐，我感觉最好啊，我最好啊。上惊是惊迄个，上惊是惊迄个要怎讲？你听好，啊，人暗砍的。啊，这好啊，这讲好明，这气魄好，来吧。感官掉，系啊，我意思。对啊，我加的是加这个嘛。一条的感官就掉了。你来当个提提台湾的少年人的票，嗯，比较舒服一点。台湾有开放外国的移工无？有啊，咱有开放印尼的啊。啊，有越南的啊，泰国的啊，什么啊，有诶无？即马最近咧谈印度咧讲嘛，有可能会开放印度劳工。啊，所以国民党讲，咱台湾也毋是要话即个劳工啦，即毋着咱台湾较侪，恁头拢未讲安怎样啊？啊，我即马讲这尔，你个我查伫倒，查伫国安的问题嘛。咱即马开放未来，即个移工因的国家，倒一个国家开嘴合嘴要吞食台湾的，无嘛？对不对？啊，倒一个国家去用指控讲，规四国咧做间谍，啊，规四国咧共偷摕人的技术啊，什么种种有诶无诶，无嘛？啊，你偏偏就要跟中国，啊，你好，我跟你讲啊，你那边的李金光，伊算台湾人啊，哦，啊，你即马伫国民党内底，你想要扮演的即个所谓的100%真正的中国人演未成啊，你无论安那演。人就把你视为台湾的啊，在台湾这边的就对了啊，你所以你演戏无效啦。啊，但是奇怪呢，较早吼，伊也讲到中国的问题，拢闪闪飘飘的，我会记下的，哦，来啦。
因那讲起中国的问题是爱批评中国的，即系神神秘秘。嗯，安尼吼，因为伊较早拢无想要讲中国即地咩啦处理什么种的，谈判人机背来背二三万，拢讲来讲笑咧笑咧，讲到咩咩中国伊拢点点啦。对啦，啊那讲到讲吼对中国婆婆叉叉的意思嘛，赶快照讲啦。啊，但是今嘛谈赵少康一个大会了，都受骨。瞬间俩就随开始挂进去了呀，这叫做咧演真戏啊！我讲继续演就好啦，尽量个对中国会开放哦，更加好咧。嗯，我少年人来遮唱唱哩，和台湾人，咱做老爸做老母的人，啊，我的囝，啊，有中国人要来给我抢我的囝以后的头路，我即卖囝都头路都歹找啦，啊，都歹找啦，中国人过来，中国人这我囝是变啊，就是做啥路啦？嗯哦，这老大人也好，哦，这少年人也好，中国人来，去台湾找头路、吃头路，伊会当赚较少钱嘛？去，你敢会当？嗯，对不对？嗯，哦，所以这是一个足现实的生活问题呢，人的将来的问题呢，一开放就去。我希望伊拍好啊！对啦，就继续跟我讲个名嘛，继续跟我讲啊，讲阿香呢？对啦，哦，讲阿香呢？你说啊，台湾人，你家大拢有子弟，大拢有后生，大拢在读大学，大学读读的了，还是无读大学的，出去要就业的人，你看，即马在咧派出头路啊？行啊，即马是咧派出头路啊，无好找呢。即马人理想的头路是无好找呢。即马唔是派出头路，派出头路那有啦，啊，即马另外派请人。啊有啦，哦，咱呢就挂只系服务业啦，什么种种吼，伫个所在咧欠工嘛，嗯，哦啊有诶开分店开真济间了，突然间收三四间，啊但系我奇怪，你生意都好噶，你阿太可能收三四间，嗯，哇，请无人来做活动诶啦，嗯，哦，请无人，对，这个确实是有请无人，但是请无人，咱有足济国家团去选，嗯，你偏偏要讲中国。哦，你偏偏要个中国，啊无啦，你好以为你财产到中国去做官？就我在做啊，啊，开放外国的学生，就更来。对啊，咱个本来就有啊嘛，都头话咧讲讲，遐个开放的遐个国家，无一个是对台湾有吞食、有糟蹋、有什么并吞的这种意图嘛？你偏偏选中国，啊，但是我也是句话啦，上惊迄个选情渐渐唔够，啊，选后了，咱就无野话啦，还是做较去做迄个恐怖啦。伊讲真系是台湾人，少年台湾人嘅票啦，提啲吼，是这样吼，诶，我就无多嘢。啊对啦对啦，啊，即个看哪样啊嘛，好，故在啊，至于讲迄个就做三咧，迄个什么咧，即重启胡茂啦，什么挖哥有诶无诶吼？胡茂过茂啦，即民进党咧赢，你就较无力啦啦，吼，因为好友即边甲你争论一句话尔。他这口啊，你敢打中计？我讲问安尼尔，所以这我就较无啥意见啊，恁就家理会。啊，但是要开放的这就加一些无同啊。伊话那有甲民进党印度等于啦，嗯、是安怎样？你若那无得中国的支持，这里那仇恨中国。嗯、啊，这个人印度的成本，这个趋势还嘛，还没得啥关门的同款呢。咱是咧仇恨伊啊呐，是伊对咱要拍马屎呢？嗯中国对头到尾拢对咱要拍马屎，咱唔只系去仇恨。啊，你头前你无讲，你干那讲？啊，恁民进党拢仇恨中国，恁干咪仇恨美国、日本啊？我香港去看到这篇吼，当然想到以前伊含林佳龙咧选新北市长的时阵啦。伊那无跟新北人讲，我若当选新北市长的时阵了，我绝对开放外关市的人，对咱新北市来吃头路呢。嗯，全部拢伊去骂呢。那真没开放啦，对，本来台湾人自己去吃头路啊，啊无较早坐个车坐个大巴，根本就无受中国，中国阿爸。嗯嗯，台湾是伊的一部分。民进党坚持讲，你是一国，我是一国，这是尊严的问题。这不是咱台湾人家己愿意的吗？台湾爱讲咱是一个国家，不是属于的国家，属于国家变香港同款来对。哦，对不对？爱听伊指挥，民众是无爱。你是一个国家，我虽然是台湾中华民国的国，但是我嘛算一个国家呢。虽然世界无承认啦，哦，比较家庭就对啦。安尼，但是我嘛是家己咧选总统呢，家己咧选副总统呢。家己咧选立法委员呢，你中国人一票都未当来给我投票，是不是安尼？嗯，这咱是一个主体，诶，一个个体，唔是谈你中国看南南做就会了，对啦。嗯，你当时安尼呢？你中国要求佮你领导个代志啊，
对不对？啊，那是咯，美国讲咱是伊个国家，那嘛是领导代志啊，对不对？啊，日本来讲咱是伊个国家，领导代志啊。我是一个家底，一个国家，我努力选总统，旁边都无关系个，对。你拢是坚持点，但中国偏偏就讲你是我的一国两制啊，根本就不是一国两制，对不对？伊个看未到台湾嘛。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笑的这个事情就对了、啊、大家也知道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你中国一点都没关系，结果中国就说你是的，咱民众就说我不是你的，这样中国不得就要打败你了。所以用系统叫他们但是很清楚很简单，就是这样，你要用管吗？你要用中国管吗？你如果要去中国，你就一定去做中国人，我那唔去有关系，就关你间老邓台湾，啊，不然别去啊，对不对？台湾人那林东东哥，你做你搬去啊，啊，搬去中国嘛，啊，不然来别去啊，偏偏你都唔在台湾咧乱呐，这么假人是安黑，你敢知啊？你乱台湾会闹，会乱落安尼啊彻底就对啦。所以用气就话用啊，这足简单两三句话尔尔。啊，结果台湾就是足侪认同中国的，伊偏偏佫唔去中国，是台湾家甲你差，啊，你无法度伊啊，好、哦、是不是？那好啦，这个物件都听唔讲尔啦吼，心内话讲讲个出来。哎、啊、呀，讲来讲去上好啊，伊来这个在提着少年人票，少年人个票多好呀。对。那认同个少年人，伊也没开放少年中国人来在抬头路啦，来在抢少年人个动画啦，对啦。啊，你来这老爸这老母为你来，从阮后生啊出社会，到底各有中国来跟阮竞争？哎、台湾即摆有诶出社会啦，要找一个好理想个头路是歹找啊。何况够中国人咩竞争？你做老爸、做老母、做家长，你家己本身是个以后要吃头路的人，你感想如何？安尼就好啊。你感想如何？安尼就好啊。哦，和中国人要抢你的头路，你即卖要问头路都有了，无好找咧，要找一个理想也无好找咧。咱的迄个就做，咱的听众群无问题啦。对啦，啊，重要是遐无咧听的啊。所以要安尼讲讲，哦，对不对？啊，家己啊，头壳要想住，少年人票，比你讲价位，少年人票，伊能够提着，出社会人要吃头路，能够提着伊票，安尼我就不然就无法哩啊。哦，对不对？哦。哦，佮要投好伊，咱就无法哩啊。那来吼，啊，那讲到迄个金厦大桥吼，伊讲要用公道，啊，迄、那个金厦大桥到底是公道是，敢那金门人公道，还是全台湾人拢会当落去公道？这伊敢讲唔清楚。啊，你种就是领导在。对唔对？哎，无啊，你袂使讲敢那这个物件，互金门人去公道啊，这有牵涉到台湾的问题啊。哦，对唔对？啊、所以哦，这个物件你估计，原因要去公道，原因讲的顺序要气度嘛。哦，金门去了对哦，啊，我贵州，啊，金门会贵哦，贵州金门拢转了生意啊。无啊，所以我讲你估计办金门妈祖公道，看是要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要留在台湾哦？你可以，你可以先承办嘛。啊，办的，你啊，你要管台的金厦，还是什么厦大桥，佮古代你去啊，吼，对不对哈？好啦，啊，这个赵小康安尼吼，这个来做好友谊讲完了，赵小康就随出来抢啊，就是我拄只我讲过怎么看，赵小康讲，啊，民进党你老在调，你搞一口话废掉啊，我讲的就是一口话来这物件，那你搞花红枪啊，你都他听下个做杂的，你讲，叫着七十外岁老政敌啊，把你枪啊呢，哼，金光哥，所以这個好友谊讲这样话就对了哈，谁讲啊，对于不加分呐。哦，你要中国送的安尼尔啦，啊，对于家己本身的双股脑搞，我真正输伊了。好、哦，开放中国的少年人来台湾吃头路，啊，台湾的少年人毕业以后头路愈歹找，真正你会得分，我安那想想个，好、哦，好，继续，是，好啦，来，感谢啦，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生产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来进攻过来。啊，我头一日就买十罐的呢。哦，买十罐。第一点，我有过敏的皮肤啦。哦，是。系啊，啊，结果这也变成三罐尔。嘿。
我爱香港卡才好伊啦。哦，香港卡，哦，香港卡，这足侪人食了，真正肯定足好。对啊，啊，我有听恁在讲哦，我那有人见证讲香港卡好。对。啊，其实香港卡我知影足歹喝嘛。有。你嘛叫食？嗯。十三罐的嘛。好、哦、是。哎呀，食甲改成八十罐。好。我迄陪我。嘿嘿。有一天因为我的海基人啊，我俄阿廖人啊，老师，嘿，啊，等于阮朋友讲的来食芝麻的啦，哦，食芝麻，嘿，结果食食的，我也无感觉。哦，你较早来边食海产会过敏的就对啦。嘿，我食超过两只芝麻的会过敏啦。哦，是啊，嘿。啊，这都未止嘛。好，这是我好你的对啦。哦。这就是你已经吃到第十罐了，你到突然间讲到人少讲要吃钱嘛，啊，你怎过甲吃，结果吃说无过敏就对啦。嘿嘿嘿嘿。哦，足神奇的啦。好啊，你好，有。其实我要吃的，就是我的迄二周边的迄胸部哦，洗身躯，那无洗身躯，迄阵无洗身躯哦，穿衫啊，鞋掉都平。二周边的胸看看。嘿嘿嘿嘿。啊！你啊，我是讲是唔是乳癌翻嚟啦？哦，我嘛唔知啊。我啲知啊，就是即行啦。好。十三罐嘅事哦。食了啊，哦，那是咧无差咧，啊，你啦。是。哎，我老公为食个咩啊？好，我哋个咩十罐啊？系是。个十三罐咧，我诶，迄度哦。嗯。啲穿衫就无感觉啊。我感觉唔好嘢啦。但是个电要会听，啊，本来回掉都会听就对了。啊，本来是回掉听，好，结果今麦回掉袂听，今麦电再会听。好，到，反正二十几罐食了好。我阿即麦用手甲电，我那卖吗？拢卖啊，拢卖啊，拢卖听。是，完全好。好，这个好神奇了。哦，你是意思就是讲，本来到平价香港啊，遮你拿小瓜回者都会听了，对不对？嘿，你穿衫拿衫回者就听了。回掉就听。啊，这个有检查过，你有检查过无？无，我未检查。哦，啊，蛮难。我做卖关系。啊，这嘛都歹讲啊。哦，啊，就是到迄个听到。都小瓜回掉啦，当掉都听就对啦。嘿，啊！你食个二十几罐了，即卖即个常用手机啊，电也袂啊，就对啦。对啊，甲电啊拢袂，本来啦，安尼二啦吼，伊内底是咧有一个地底遐。哇！你怎有那怀疑开始烦恼咧？怀疑就对啦。系啊，我是怀疑啊，我哪样的啊？对，恁这是个假假。好。一个好。啊，真正无去失望就对啦吼。嘿，我本来有几个就。嘿。我现在嘛弄在吃一种的药剂药啊，嗯，啊现在吃个较多的药剂，我吃药啊嘛好好啊，是，都神奇啊，安尼好，系啊，我唔该讲哦，这应该吼来推广啊，这真好，对，真好，啊真，好啦，谢感谢哈，咱这大哥甲咱建成讲白了哈。我也是故意讲，应该这个药啊，吼，咱这时阵是药啊，吼，啊，伊拢讲药啊，吼，因为你食身体保养的嘛，吼，啊，这爱应该大力来推广了，对吧？伊家己食咱的食品，食个心都吃好了，对，叫心得了，对。你个小看嘛呢？啊，伊物件讲不可思议啊，那样对哈。所以由于香港卡，啊，由于皮肤过敏。我女朋友在讲个气了哈，爷你啊，哎，查甫样哈，啊，咱咧女婆迄个所在讲气了哈，讲有在滴，敢那有一粒一碗安尼了滴，啊，你穿衫啊，用手洗过去回滴哈，讲拢一听哈，啊，包括着一些有机的部分了滴，所以有机大进来这种比喻，咱现在公司加所有这产品哈，尤其是罗生这边产品哦，那当做开罗先锋。许多山这物件，不管什么种的，只是白天，你我当用许多山为主了，对吼，啊，一当做配合，一当好来个配合了，对，尤其咱有一边软骨素吼，咱骨头不好的人真济啦，筋骨咯，骨头白还疼，卡手安尼疼，安尼啊未惊，哦，骨头不好，软骨素吼，咱这边来得非常好，爱食吼，啊像金立明吼，金立明白酒。一百九点二叶黄素，那你有个侪人，还是甚至伫迄个电视啊，啊看了上过久吼，哎、欸，尤其囡仔，你问讲囡仔吼，目睭未退化呢，逐工伫咧看电视，看卡通影片啊，看迄个迄种囡仔爱看，迄种直播的新闻啊，看了到这种几啊点钟啊，
安尼就对，所以这爱特别注意就对吼。咱的金立平啊，老大人把酒直直咧退化，直直无叶黄素加玉米黄素直直咧消退就对。安尼你好来个使用咱金立平对，一个就是喜乐通，吼、哦、啊，咱带病的顺畅，来吃喜乐通非常好的产品吼。一旦搭配和尚你的需要做使用哦，感谢谢谢吼。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来，咱今麦一处呢，个别信产公司产品十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啊，这个三款以外，咱都提供一款产品，要来请上和咱买十款的朋友哦。买十款的朋友，你也当加金十四寸惠腾的电风一台，叫咱台湾制造旅行的。你要金蒙特胶热天的无摊啊一领，那是要个金水素品牌品质坚果一支，要金冰糖燕窝两啊，这拢会用起。金信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装的惠安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通、喜乐清，恁不少三十粒，这拢会当咱一道金一行为关键。啊，另外一组呢，各位信山公司产品呢啊，这个五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一款以外，赶快我老提供一款精品。买了请上，和咱买五罐的朋友哦。买五罐的朋友呢，你也当个金吼，三米多保温杯一支，你要金白沙湾起个一条，金冰糖燕窝一打，你要个金单向的胖子一打，金无换气的洗头毛巾一罐，金宽宝洗衫巾一包，拢会用起。咱一包金一行为完结，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下来，我们邀请台中朋友们走来欣赏这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单小魂大车调》。Yeah.
好嘞，感谢哈，咱个等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哈，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用的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送回服务，产品啊，请产品直接甲咱送到咱的手来，就无甲咱加收任何的费用哈。好嘞，感谢啊，咱个继续来甲进行节目看新闻哈。另外，咱要来个继续看侯友宜讲选调到台湾总统了后，要来开放到中国的少年家囡啊，失业的大学生来咱台湾吃头路。啊，这如果那是开放过来的话呢，这到底影响到咱台湾的就业率影响多大？咱伫另外一篇有看到的个啦吼，这个记者郭家和伊有安尼讲，如果好友谊那真正讲实在话就对啦，咱台湾将近有400万名，诶，去和以这个开放中国诶无头路少年囡仔来吃头路，影响到诶劳工生理人，应该站出来甲好友谊讲完未见。你这种的讲法，我听都做未爽。来，咱个看郭家和啊，伊这篇会滴个安那写？你讲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日前参加工商团体所来举办的论坛的时阵，话出讲伊啊当选台湾总统呢，要快速的中心搁再拍开的服务贸易。咁讲伊已经未记起当年马英九支持率博甲剩9.2%。都、就是因为乌商的服务贸易，只系引爆了100万人民惊上街头反服务贸易游行，甲太阳花学运吗？如今伫这个全球的民主阵营围堵之下啦，中国这个阿爸扩张的大格局之下，好友谊无清无楚啊，讲要吼快速吼来推动了服务贸易。一个要逼着咱台湾人80几万斤的这个啊，80几万斤的这个服务业超过400万名的就业人口，搁再一次站出来含义呛声讲唔爱吗？马英九迄当时的服务贸易协议包括12大服务业啦，包括一般的商业、电影的制作加行销，包括快递、电信、视听、行销。包括药妆店，一个有教育保险，包括婚纱店，一个有殡仪馆啊，殡葬业者、医疗、高速运输，一个有银行、证券、甲机会，包括旅游行业、服务业等等。会当讲是吼，一个人对出事到死亡啊，迄、那个食啦、穿啦、大啦、行啦，包括吼教育啦、娱乐等等，各行拢有，全部拢要开放过来。这个协议那生效的话就对啦，台湾人只有目一个年，就无法度能摆脱掉中国的企业甲竞争啊。那比对着咱国的主计单位甲着国产业工会的资料，服务协议啦生效了后，将会冲击到咱国的公司行号有87万5000间。包括吼有407万3000人的生活面临中国人的威胁，影响国内的产业跌落底啊，超过8条遐尼啊多，而且唔定基层的劳工哦，包括律师、包括会计师、建筑师等白领阶级的嘛走未去。2005年，大众电脑关了最后一条的这个笔电生产线。就此啦，台湾的第一个电脑的台工就去予中国规划旁去，两岸的要素结局病病了后，愈来愈严重，刷地书国内的就业呢，机会就去予取代去，工资所得去予中国扭过去。就算讲马英九甲中国安尼好甲死来活去，但是8年的基本工资就对啊啦，迄、那个调起伫马英九的手，才起一个15.79%，真无容易。伫美中转正做竞争的格局，台商转向吼啊，中国加值啦，都唔是全部拢设施伫中国的意思就对啊啦。而且佫有侪侪转来到台湾投资的情形之下，
蔡英文总统八年来基本的工资调比迄、那个马英九八年的15.7%搁较悬，调来到37.3%。侯友宜市长，你是安怎样啊？何米苦又搁要甲咱台湾甲北队一中市场内面入面？两岸经济规模啊，经济条件无对等，而且中国经费。将来嘛，要放弃武力反台，不管一克化货品服务贸易协议，台湾只要被骗一刀、输一刀，就会有可能被中国吞吃的风险。好友宜市长，你唔惊被骗吗？这是其中一项了，咱拄只讲的，伊要开放中国无头路少年家囡仔来咱台湾吃头路，那是个另外哦。啊，遐无头路少年家囡仔，甲七六百万人就好啦。加上遮的400万人，多少1000万人？1000万人来到咱台湾抢吃头路，那安尼相处就对啦啦。妈，迄、那个校友员啊，当选。台湾总统的话，大家拢差不多吼，提我讲吼，去做去吃去分啊啦，差不多是安尼啦。我实在唔知讲因敢讲安尼吼，是什么道理？佮讲得出来的？这明明对因都无好处的嘛。这都未加分的物件。这都未加分的物件嘛，对唔对？唔管讲我即马是已经遐遮侪岁啊，对啦。我今仔少年人，我听着安尼，仲敢我来投悔吗？这根本都未加分的物件，伊是安敢讲？重要个是啥物啊？就是因的内部的民调作假，啊，所以因想尽一切办法，将这深蓝的搞好掉，把这一立委卖输甲遐尼济安尼，就差不多安尼咧。啊，那个伊也嘛是无可能。哎呀，现在先接他咯。陈阿杰阿健，哎呀，别阿杰，别阿杰，呀，少年人，伊这只深蓝少年人，伊免只出笑的。那是我家己咧想的啦，咱蛮知影啦。已经冲击到。迄冲击了2300万台湾人，去套路的代志啊呢？这是全面性的呢，这不是个人的。哦，先啊，我讲对不对？对啊，本来这是一个全面性啊。我的后生，我的孙，20岁，是到做兵做了，就是要到出社会要吃套路呢。起码在咧无好吃套路，买找什么套路无好吃呢？哎，即马套路台湾的套路，唔是讲你会当找到你家己家嘅理想功课，大家伫遐等你呢？唔是安尼呢？大家个想讲后边找啥套路，后边啊头家咧伤脑筋，为着这囡仔的将来，即马伊个要出社会啊，头即老爸老母即公阿妈拢会伤脑筋，公阿阮这孙是变啊，要食啥套路？当然即马是安尼呢？唔是讲足嘅套路，讲好，我随毕业了，我随家嘅套路，随乎。无咧，不是安尼咧，所以佮佮讲这种话，这到底是中国叫讲的，伊不得不讲啊，是安那。啊，怎样？这主张我。啊，无佮较戆的人都无可能去讲这话，你听无？昨下播报这个新闻的时阵，我就一直咧想，我去怪啊，佮会向用去讲这个，这个。这根本对于好友，根本不动，根本就千万都无加分的物件嘛。减分都唔是无加分的。对对啦。减分的物件。减分的物件啦。啊，佮会去讲这个，啊，佮讲佮较大声咧，就对啦。好，到底什么原因咧？就唔知。那唔知。但是伊既然讲出来啊。这好啦，大家去讨论看卖，我也面对去讲看卖。你是讲这种物件，大家讨论啊咧？他懂得爱点吗？不啦，我意思是讲，这种物件在那个他主要要来在个读起了，在个人写文章，安尼来个迄个在个反驳啊，这看在个反驳，你讲，你看，刚才龙小马在，头上流啦，卖了头壳噶，还弄些闹啦，闹弄些出口的啦。头壳好，壳头好就好啦。你讲这话对你真正国民党有加分，对你好友有加分。美国有大无啦？大。美国的经济有强无啦？强啊！啊，结果美国较早咧笑的时阵，伊咧讲讲要用经济加贸易来改变中国。啊，经过10-20年后呢，这美国出来讲啊呐，讲我较早想法，根本就改变袂起。但美国都无在标啊！你台湾2300万人要去敢处理中国的失业问题，啊，所以张南讲嘛，讲你好友而家赵少康规矩手牵手做伙讲，中国的负债，我若当选，我来担，台湾人来担啊！什么这边这几个月呢？这边的头路不是像我们看到东西是做三档呢，三档还佫慢慢来当水头路呢。对不对？我都做兵，我都找套路呢。阿先啊，我讲的对不对？对啊，对啊。我都做兵，我都找套路。就讲哎，我今嘛我后生啦，做兵等下唔特别找上套路哦。啊，大家这老爸老母就底下伤脑筋呢。
阮较早是安尼呢，要摕头路是爱伤脑筋呢。未从进前教，未从教，我未从教，要出社会，中间就在上脑筋啊！讲阮后生怎买啊，变唔知要找啥头路呢？哎，这边等下，唔知要找啥头路呢？都爱拄着阮阿先生，太好了！好，到这到南国了，不能做。所以有几条叫做几下简单的对啦，对这一十条。都点啊，都不够，都扣分啦、啊。哎、哦、呀、哦哦，扣分的唔紧，就唔使紧张。来来，正讲就正讲过，好来。好啦，这个校友伊都尽量去调啦吼。啊，这个调校空都继续，但阿边啦，听有天花板吼，啊，无好乱啊，那就对啦吼。啊，但是呢，这个听伊讲啊，讲这个了做哪家被决定分手了后吼，这个国民党的基本盘讲有倒转去安尼呢。哦，听伊讲讲有倒转去就对。校友伊个是第一名呀、啊。哎。讲大有病，较早好有讲第三样，然后即马开始是讲登记安尼啦，啊挂门贴纸是靠哪念头的无吼，纸唔知要安怎吼，啊即听伊讲三工啦、啊，拜六礼拜拜一啦吼，挂门贴讲三工三个行程尔啦，哎呀，啊大家都在笑讲挂门贴在走不起两栋户内底啊，放到尾我都流血哦，啊知啊，有可能啦吼，好啦来，啊咱时间的关系吼，啊来有连播各平台做工商插播啦吼。稍等下，咱工商服务了，阿良明接个到，感谢，谢谢，感谢。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立法委员胡志伟，我甲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伫十二月七日暗时七点，伫冈山享温馨餐厅三楼办理，赖清德会亲身出席，欢迎乡亲士大到店来收听，为咱加油鼓励。头家，阮今仔是要牵一台电动车来骑，敢有袂歹的介绍一个啦？吼，袂歹的有真多啦，啊袂使，我先讲吼。哈？变形电动二轮车无戴安全帽啊，袂使；无照号志、标线、标志骑车，袂使；违规骑伫人行道，袂使；载人也是违规停车，袂使。哦，原来有遮侪规定哦，我要成功互阮囝知。嘿，安尼会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甲公路局提供。立法委员候选人郭贝宏在庙口举办。起造大高雄，阿贝来开杠，有台湾创作歌曲表演节目，11月29号星期三晚上6:30，在林雅区5块厝高东天后宫，腾袭新世代，安全保台湾。郭贝宏，阿贝来开杠，一起来庙口。郭贝宏，阿贝来开杠，感谢大家的支持，一定要来哟！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有呼吸道不适症状应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阿嬷，你要去哪位？我去参加候选人招待旅行团哦。阿嬷，是候选人的钱，或者是礼物，则受招待免费吃饭吃头，都有可能是贿选哦，要犯罪呢。啊，咁严重哦？那安尼我唔去啦。唔那免去，咱国爱勇敢检举贿选，做伙反贿选，全民站起来。检举贿选，车卡电话0800-024-099，卡通了哦，则个持续。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关心土地咱的爱。这是一个上界自由的所在，快乐爱台湾，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现在时间9点整。这是一场无比的恋梦，你将来不捌重视，
我的感觉，袂珍惜我对你的情话。放洒洒，放洒洒，无你也好啦。当兵上水的天，是着是我。爱恨不重是我的感觉，袂珍惜我对你的心肝。放洒洒，放洒洒，无你也好啦。当兵上水的天，是着是我。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十几年前医生讲我吼，牙周病严重，我自安尼开始用这条白沙丸起膏，到即马十几年后，阁有医生看，医生讲我气化是健康诶。听众朋友，你有想要将你气化过用无？白沙丸起膏，何里可？电话专线：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你。台湾人俱乐部张天君阿星姚仁，而且为咱大家推荐介绍《奇幻真台湾》台语文囡仔歌 CD 绘本的第二集。一个记者伫旧年，咱有介绍《奇幻真台湾》的第一集，有真侪咱的听众朋友要等伊互伊个囡仔孙仔听。今年发行的第二集，同款是用台语来讲咱台湾的民俗故事。第二集呢，咱有邀请咱熟悉的立法委员王定武、作家渔夫，也有咱台湾师范大学台文系的曾嘉应副教授来共同献声。来讲囡仔歌，予咱的囡仔听。咱卖个再听中国思想的故事，咱台湾人听台湾的故事。这次由嘉南青山广播电台制作出版的全台语故事绘本，有三个故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空袭台湾的时阵的一个传说，马祖新炸弹，一个有台南喜鹊啊流传两百冬的古迹故事。包括顶一本《魔神》啊传奇故事的续集，规本呢有96页，拢总是彩色的印刷，一个副 CD， 一个会当用网络来收听。一本的册内底呢，一个有台语的汉字、罗马字的对照。收藏这本册会当予咱大人甲囡仔做伙来学习台语文。这本 CD 的绘本目前已经卖出将近1000本，介绍呢。1150元，目前咱台湾人俱乐部听众朋友，你只要卡一通嘉南轻松广播电台服务专线的电话，0800-558-969，0800-558-969，一本只要899元邮费的介绍，册送到厝才六钱。运费呢由电台来吸收，提供予咱台湾人俱乐部听众朋友上届大的优待。如果那第一集无买呢，想要两集做伙来注文呢，两本只要1600元。想要予咱的囡仔了解到咱的台湾本土的民俗，咱推荐这本《奇幻真台湾》第二集，请卡免费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58-969，0800-558-969，都有专人为您来服务，感谢。
080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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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吼。来，咱叫一个活动，那个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啦吼。咱第十二月初二拜六阴暗七点吼，咱台南市立委吼啊候选人王定武，伫只新群要来邀请咱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参加一场紫风车剧团的演出。啊，这场紫风车剧团的演出呢，这回要来扮演的是啊《番薯森林奇遇记》吼。真好看，这些适合着大人囡仔吼，拢会当来观赏。地点呢，伫咱台南市东区儒文路62号复兴国中的操场，这个所在。十二月初二拜六阴暗七点哦，伫只王定武新群邀请大家啊，做爸爸做妈妈的人，拢当带咱的后生仔囝啊，大家来趣味吼，来欣赏看戏剧的表演啦吼。以上报告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南市黄小姐来点播中天君演唱《悲哀的乱梦》。一款卡惨的事，悲惨的恋爱梦，是啥人？是啥人？是啥人来甲我风雨里扛失望？全部是可爱的人，哪里记得你？怎样伊会放阮孤单一个？怎样伊会放阮孤单一个？夜风吹落街市，夜夜地拜会。风吹来，冻冷了阮心内。为怎样？为怎样？为怎样？到现在，就是想起彼个人。总讲是空思梦想，也是我的妄想啦。怎样伊会放阮孤单一个？怎样伊会放阮孤单一个？夜风吹落街市，夜夜地徘徊。伊是你该行的怀念的一条路，哪孤单，哪孤单，哪孤单来行到也会伤脑子泪，大声来叫也无用，伊失去了的一个，怎样伊会放阮孤单一个？夜风吹落街市，夜夜地徘徊。
好嘞，感谢啊，咱哥等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这个现场，转国免费的机会转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电话在下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好嘞，感谢啊，咱哥继续来甲进行这个看新闻啊。来接落来，咱们来个讨论到这个副总统的特征啦，包括这个副总统吼三组的副总统的人选，咁拢大家拢有在调人担任到这个总统，如果呐无法度人事事的时阵，嗯，因有法度人独当一面来担任到总统这个重要的职务吗？咱今日去看到这个鲁比的一名教授翁达瑞吼，伊个叫名叫做陈思芬啦吼，伊来针对着这个国党吼啊，伊所敬着这个吴新盈这场选举的吴新盈，伊讲这个人我安那看，我都感觉讲，如果有一间国啊那叫错起来，啊是如果有一间国啊无法度吼，人事事国情的话就对了。嗯，伊敢有才调人代替总统的身份出来做总统就对了，这篇咱个听分吗？曾经宣称国民党先前条件在国外算得对，无啦，当然你是也别讲咧啦，算得对啦，算得对，算得对，算得对就打拢无，拢结讲咧。这个曾经宣称国民党财团为清界线的国党的总统参选人郭文婷啦，去找到因党籍的立委，就是新光的头家囝、查某囝啦吼。因拢讲星光大公主啦吼，这个叫做吴新盈，伊来担任着伊的副手。啊，互人家批评讲这个歌吼，讲话白贼，拢讲要含财团划清界线，结果去经着财团。啊，这个郭文婷呢，27号接受着访问的时阵，伊咧讲啦，讲无啦，啊，这伊伫星光已经也要经营权啦，讲伊有钱会当啦。啊，你讲伊财团这无算啦，当然吴新盈嘛真卖完啦，伊讲袂当用钱来看一个人是毋是有爱国啊无爱国啦。对着遮诶一挂代志，鲁米诶一名教授翁达瑞，伊诶遮名叫做陈思芬，伊安尼讲呢？伊讲吴新盈这个人欠缺成年人诶自知之明啦，但是郭文婷甲星光集团，这是足清楚的哦。这个翁达瑞伊伫面册伊安尼写啦，伊讲成长是持续认捌自我的过程，成年人应该有自知之明，做袂到的代志你袂当去强求，做会到的代志你袂当去推卸就对啦，这个叫做成熟啦。啊，那郭台铭是一个成年人，伊的机智都那亲像一个不自量力的少年家囡仔，两道话讲要参选总统，啊，结果啊，无家吼一个面那间呢，也当讲吼满面砖头灰啦。伫这场，而这个总统大选，郭台铭唔是唯一的欠缺了自知之明的成年人哦。接续落去，我要点另外一个名，一个人。就是当伊要担任郭文铁副手，这个吴新盈啊，翁达瑞教授伊强调啦，讲这个人是我心目中的基本呢。是安怎样？我吴新盈会自认为讲伊是副总统的料呢？副总统是被为官秀呢？会当吼无所事事，什么代志拢唔捌嘛？无要紧呢。问题是副总统甲总统只有一口气的距离尔呢。迄口气总统啊，许长期无去的话就对啊啦。你得忽然间吼，你唔是讲什么话拢唔捌拢无要紧啊，你得爱忽然间答案拢捌啦呢。安尼唔只我都能继承这个大位。吴新盈有在调人担任着总统的职务吗？歹势，我真正看袂出来。翁达瑞又咧讲讲吴新盈甘着金汤匙啊出事嘅啦，就读了贵族嘅学校，生活伫豪门寝体内底。吴新盈这种人生经验嘅台湾人，伫台湾，这个总数量可能无超过1万人啊。
那比例嘛无千分之一。吴新林的人生经验，加着其他千分之999%的台湾人多些。如果吴新林啊担任总统，伊要安怎样啊去了解着一般人民老百姓的生活呢？要哪去体会着一般人民老百姓的生活的困境困难呢？吴新林如果那有在条人制定着一般人民老百姓的政策啊？造福好，伊要安怎啦吼？啊，要安怎样？我来造福好一般的人民老百姓。王大瑞教授伊个咧质疑，讲吴新颖呐，透视的人都无有将前的准备啊啦。参政的经验是无够一年的不分区的地位。如果吴新颖担任总统，伊要安怎样？我领导中央政府这台机器呢？伊要安怎样啊？吼啊！伫国际的矛盾当中吼，去争取台湾上界大的利益呢？就算讲是吼，发挥了上界大的想象力，我嘛是无法度人想会出讲吴新颖会是台湾的总统，但是伊确实是郭文韬的竞争的搭档呢。王大瑞一个基础的公共满意。这个郭文婷赢了这场的选举，吴新颖甲总统的大位只剩一口气而已呢，一口气呢，郭文婷一口气去登去来的换伊啊呢，但是伊要担任总统的能力，做明显吴新颖欠缺主敌之名，才会答应担任这个郭文婷的搭档，可是。那么郭文婷吼，啊，先提出这个邀请，吴新颖嘛无这个机会答应啊。吴新颖欠缺主地之名，唔是关键，真真正正的问题，就是安怎样啊？这个郭文婷会去找着吴新颖来搭档呢？敢讲吴新颖唔是做副手的料？迄、那个郭文婷看不出来吗？我无认为是安尼哦。王大瑞继续咧讲讲郭文婷明知知影吴新颖唔是做副总统的料，煞吼愿意邀请伊来做副总统的竞选候选人，原因只有两个嘛。郭文婷无顾着国家的未来嘛，找来了一个无够吼资格搭档的副手嘛。第二就是郭文婷有主地，伊去选袂掉嘛。伊选袂掉总统嘛，啊，所以吼、哦，伊就调过去找这个吴新颖这场选举的人来当副手嘛，无所谓了，对啊啦。我认为原因是第二啦，啊，这个吼、哦、郭文婷吼、哦、找吴新颖来搭档选举呢，反倒等下显示讲有主敌之名，志不在吼、哦、当选总统，而且另外有一企图心。啊，这个王达瑞伊伫文尾伊个写下了郭文婷有啥物款的企图心的答案。就是要保卫不分区立委的席次，吴新颖又阁会当和郭文铁什么款的帮助呢？当然不是副手的炮火啊，而且是财团的这个金钱就对了啦。星光集团为什么要同意因这个公主和聊落去呢？唔好忘记一路，那底下内底阁有几位历史啊，几位这个啥立委会当舒缓哦，这个是偌济的财团的美梦啊。无唔对啦，吴新颖欠过成年人的主敌之名，但是郭文铁甲星光集团足清楚的啦，唔是要选人总统啦，是要重视遐个立委啦，啊，遐个立委如果哪会当为这个集团内面吼来做工课，为这个集团会当做偌济工课啦？哦，这些集团上该爱都是立委啦，国会议员，咱这唔捌啦。咱刚刚听阿咧，因咧讲的时候，咱就感觉讲立委伫集团内底吼，财团啦，讲唔对啦，财团内底是最好用的。当然好用啦，现在唔知因咧好用对啦。嘛有人咧可以做门市啊，无安尼啊。哦，重重点是啊，譬如讲，啊现在是做大财团啊，啊但是去有一条法令卡掉咧啊。哦。啊，那无我当赚很多很多啊。嗯。啊，我就想要要人啊，想要当大哥啊。啊，我就在这里。贵呢？不，你这当然就是啊，就是中大哥介有人拢立位嘛。啊，法令个介啊。哎，啊，拜托恁别去立法院内底有无吼？发这条法令用什么方法甲套开啊？那就对嘛吼。这是这本来立位介这个就做三个财团啊，什么种种，绝对诶有来来去，唔是全部拢安尼啦。但是一定有人想咧来来去去啊，啊，无看想咧看看，做立位诶，大家都做得。钱愈做愈多，嗯，哦，啊，你那边叫我这里头做啥呢？香港，诶，迄种的做迄个廉政公署的迄种财产来源不明，做迄种早都拢爱去问啊呢，嗯，
炸都拢爱台湾啊呢，啊但是咱台湾就无道理咧吼，诶、哦、财、嗯、产来源不明，就爱等你还法了，即系开始查伊嘅财产来源不明吼，迄、哦、个是政治啊家己定嘅法律就对啦吼。好啦，啊啦，先讲这个，就做翁达瑞教授说，我真认真啦，吼，竟然去为着一撮无可能的当选的人，我写十等的文章啊，哈哈哈哈哈。来来，选举未定啦，吼，未定啦，撇开了再知啦，吼。啊，但是翁达瑞主要点出来，就是讲万不利刮问题来，叫抓起来的时阵就对啦，害、嗯、啦，吼吼。哇，这个吴新民啊，台湾抓一下，唔得要变安怎的？你还讲唔免等个刮问题抓起来？刮文条来去调台湾，就唔知变怎啦。哦，甲好友也同款啦，即起嘢啦调台湾，就唔知变怎啦。哦，是唔是哈？诶、哦欸，好啦好啦，这个刮文条吼，家己顶日啦放料啦，放讲有人开一亿至两亿嘅美金啦，咁咪叫去做副手咯。哦，啊，只能讲啊，拢咧发家一件大事嘛。诶、欸，这刮文条有个较早一种做法又过来啊。有的是伊家己讲的呢，不是别人讲的呢。啊，即摆咱要甲问哦，问讲到底是啥物人，所以阵都就挂问题，即摆讲下你敢唔啊，选举期间啥物代志拢有啦，骗子啊、捞啊啦，无落个，卖个问啊，卖个问啊。反正你还是会自己讲的，你即摆人讲卖个问啊。开始加暗落去重大哦。系啊，即摆消息，即摆消息出来啊、哦。嗯。即、这个国党内底发言人有人咧甲追问，伊跳出来讲哦，伊、嗯、讲国民党上清楚啊。嗯。嗯国民党，恁手内有啥物资料，恁上清楚。阮、嗯、国党，阮手内有啥物资料，嘛、嗯、都清楚哦。恁、嗯、若到时搁再安怎样，我话阮就讲出来哦。来、嗯，今仔报出来用报啊。对啦，因这个因国民党的内底人上清楚，因为大家拢要嘛。嗯。上届有在叫咱开两亿个，就是郭台铭嘛。啊，郭台铭遐已经讲啊，讲无讲，啊，无影无吃，搞有这个代志啊，伊都无要选啦，伊找国民党做副手要创啊。嗯。哦。但是上届重要就是这个国党内底发言人，嗯，伊讲恁国民党上知影，啥物人阮拢知影，是是是。好啦，啊，这个物件呢，这个国民党诶，迄个做赵少康嘛出来甲呛啥，尚有这种能力，啊，你要未到吗？我国民党嘛在甲呛着对啊，哦，啊，所以叫民进党诶，迄个做邓文平啊，伊咧讲吼，讲歹势哈，国民党这件代志，唔是你讲讲诶了后就煞呢。嗯，这未当无办呢吼。诶、哎，这是有好多问题哦。叫戴文平，伊咧讲讲，这已经唔是挂问题，我卖个问啊，啊，就当当作无发生哦。因为这件代志，整个是你挂问题，家己讲出来吼、哦，啊，你家己本身就是认证。戴文平讲，第一，这已经明确反违反着咱迄个做总统、副总统选拔法当中涉嫌啊贪的事件吼。嗯哦啊，第二个问题，你对我讲，第一遍讲一亿美金，第二遍讲两亿美金，但是虽然唔知讲挂问题是要安怎样，我有一遍两遍安尼就对，但是这里面都有个牵涉着啥物件，牵涉着迄个涉及啊，加这种有可能就是啥，迄、那个干得多。嗯，哦，如果这真是中国来的话啦，吼吼吼吼，啊，所以这个牵涉着国际涉及啊，所以邓文平来讲讲第三。就算你有讲那是诈骗集团，但是咱不管你讲安呐，这个代志讲出来了后，就是爱甲对方叫抓出来嘛，而且爱甲对方抓出来。啊、哦，对，吼啊，但是虽然交易不行啦，但是这把在查清楚。对，但是邓文平讲几波，咱也无看到检调，干嘛去查啦？无啊，好无嘛吼，啊无邓文平，你家己去遐过啊？那个按理先过了啊，过了你讲来到这段吼，我是段先多少点钟？好来，这国党内底发言人，这个查某囡仔，这个叫做陈志涵，伊家己讲的啦。伊、嗯、讲国民党因足清楚，这个一亿、两亿个消息的来源是啥人讲出来哦？你、嗯、知影哦？嗯啊！伊个讲讲，我咧想国民党这方面嘛拢做清楚，哈、嗯啊，这是美金嘛、哦？美金嘛吼、哦？诶、欸、诶、欸，你代表不是这样子哦？诶、欸，啊！伊咧讲讲，我咧想国民党这方面嘛做清楚，阮国党是有证据的哦，嗯、是向伫中央咧做看狗啊，出入入咧放这个假消息。并且讲要提供一两亿个美金，要邀请郭文铁做副手，是不是要公布这个乱讲话的人？陈志涵伊咧讲讲，因咧看大事会发生的状况来决定，并且放掉咧讲了，对，透过镜头讲，讲这个处理。
这个两亿一亿美金放话，这个人应该嘛足清楚，阮国栋内面手有特定资料哦。伊讲到时也放掉出，哎，放迄、那个放，诶，讲出来。加电话屏，咱在参考嘛。对啦，啊，讲未得讲啊。我这报纸写甲遮清楚啊，啊，你检调拢未？第一瓜分就是林郑嘛，伊家己讲的嘛。对啊。第二呐，照迄个做啥物陈啥物我都喊的，即个也发给您吼。即个讲的边疆物证呢？嗯。也有林郑后物证呢？啊，你检调拢困起来哦。所以第一讲，即、哦這个物件检调是毋是直接来传瓜分就去问啊？哦，因为这主要是选举期间嘛，所以第一讲这个好友谊和那个赵小康去用问到这件代志，算顿的，你看你应不落你人的时候，对啦，就可能看你感觉足奇怪啊。啊，今仔日班底涵伊是不是耳瓜？总咧讲白话，顿的有两种可能，顿的就是想法，一种就是讲我啊，这代志靠我逼出来，或者一种啦吼，两两样。啊，另外佫一种顿的是讲啊。你搞迄个行情，嘛是有可能，嘛是有可能蹲低啦吼。但是这个单地含，伊讲国民党恁做恁做了解这个人出来办公室这人什么人，你知影哦？啊，恁国民党嘛知影讲，我手有领什么证据哦？到时我会看代志发生的状况，会甲动调处理哦。好，阿点阿点调，你敢会使做安尼办两点？这话讲我才清楚啦呢。哦，对不对？哦，动调还是挂问题。就是说你要对对 对, 對，不但是说你要等这个谈下可能有涉及哦，哎，阿个有干掉，所以如果在资金来做中国的话，哦好，啊，所以你检调今仔日新闻，安尼省的新闻，安尼一个愈报愈完整，民政也有，后物证啊，国民党讲也有，嗯，哇，啊，这检调你免查，啊，当办副台咧讲，啊，郑文平是一个立委呢，伊了讲这个代志，唔是你讲卖个问啊，就卖个问呢。未当无办呢，郑文斌呢，足大呢，迄立委呢，迄拢你讲食薰的人、糟蹋的人呢，吼、哦、对唔对？啊，糟蹋到尾啊，家己食电子烟种，你也着当然唔是郑文斌啊，华平安呐、啊，还是华平安呐、啊，吼、哦，你们这电子烟食家有？对，我唔叫咩嚟解决咧？无啊，唔是，我都唔讲，我从开始从立委足大，哦对唔对？啊，足大立法。哦，啊，像这个物件，哎、欸，你会一检出来呛讲，这未使无办，你检掉我那无咧查呀？检公司咪过边这个，等下碰碰，阿妈都冇去啦。但是这嘛是爱调来命啊！哦，我看到就唔会发生哪有办法啦，对不对？哦，检就不都未必调咧，哪有办法嘛？阿叔话该检，我话这个搞到咁要啊！你听好不？嗯，阿伯这是什么人？这是什么人要害的？对不对？还是来自资金来自中国？哦，都话恁这公公来自中国，是不是来自中国？啊，啊，那是真正是过分这家己咧。家己的考试也中档啊！你啦，我恁爸恁爸，如果话咱要一个两个，比点咩好啊？恁爸爸的啊，实际上是无影的，安尼变啦。啊，但是伊的发言人陈志涵是都继续加毒啊，啊，不咧讲啊，继续加毒啊，啊，所以我就唔管嘛，无除非讲挂门票。挂门票啊，签表。哎，除非两个比点唔得。嗯，唔是啊，除非讲检，我知啦。个意思是讲，除非检调甲挂门这条，挂门这甲检调，讲讲啊，我都无啥行情，甲你讲讲啦。我做总统职业，你个已经看几年啦。嗯。对啊。所以有当时啊，家己咧碰，我慢慢碰安尼啦。嗯。我这么讲个意思。我知啊。但是我是不管伊是不是碰风啊。对啦。我是不管伊是不是碰风。你个家己个性格提啊，管。搞。哎，来来来，啊，这个物件我咧想检调，啊，袂讲主动你也上班啊，啊，这样是无啊，啊，拢咸酒酒啊，吼，啊，所以咱这个，喝水啊，喝水啊，哎，啊，到尾就变成你讲伊个，阿姨讲伊个，对啊，啊，就套死人嘛，冇话讲，迄个迄个，啊，我要进入时，就会当阿你摇啊，监控。检方较早啦咧办案吼，为着要找出遐犯罪证据，迄是话啰呢，话麻烦呢。哎，这唔是呢，这拢家己拢讲啊呢，证据拢有。来讲讲，我那先阿要算呢，我出来讲讲，我那先阿要算呢，那要提五元何以比金，何以何以呢？叫伊算，伊未叫伊算啦。我唔免美金啊，我立票就会使啊。我唔免遐管啊。对对，我出来放安尼。嗯，对不对？检调爱查呢。系啊。开玩笑，对不对？我那现在准备别算咯，我阿兰这门算咯，今麦不算了，对不对？我那现在提提我一个礼金啦，你不要你票啦，你讲你票就好啦，哦，你票啦，安尼啦，这个叫你查是话者，都唔千外万你换吧，我一千外万了，对啊，咩啊？你票他们票查者哦，我是说好，我是冇懂，这个身家那么多，你票唔是一块对八块。
无啦，一颗对八颗，一颗敢那像对迄、那个，譬如一颗对八颗差不多啊。咁是，反正从这个冲上来，对啦，对啦，对啦，两个，你看出来啊？我先何况这是美金，一个一个美金，对不对？你开玩笑，嗯，我问你公共钱有出里面咧？对啦，对不对？华金就买，个调来我唔管，你是公司是咩样？好，阿兰这张名，哎，胡志明咧，兰这张名，啊是家己咧重担，家己咧提高家己嘅身价。我伫只吼，现在公共咧，要提金条，只金条，只回答下大家诶疑问啦，即系先啦唔办啦，拜托我，我哋扛唔出世啊，你不告我不理啦，哦，拜托我，我哋不讲，你当作我就食百姓，拢坐你种迄个欢迎来对啊，你无代志做哦，金条系讲诈骗嘅动作，政治嘅操脑。对了，听见就贵了。好来，进广告，两名价格得等来，空白空空空五百六六八，来感谢。啊，非常感谢咱今日用知识来去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直播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要来介绍咱信诚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山这产品就对吼。欢迎你多笑多山顶的山，许多山这边高将士二十几档啊，用心许多，好来个注意一下，真正好的产品，二十多档也搁咧风行，经过三十档嘛是也搁咧风行，因为咱人的人体就对啦，够做就对，白天一定拢差不多伫遐咧。注意用许多，什么样叫好？十当后也是同样叫啊，所以许多山是非常期待咱雄狮大好来个处理的这个物件了掉，因为咱人的身体哦，食过这个物件是不得掉了哈，拢唔知是好阿歹，唔是有就是无，拢唔知，所以接落去了，当咱讲报纸那报，哦，夭寿啊，什么人去做这个夭寿药咧防治啊？啊，农药、植物、这些农药。这些不应该吃到巴肚来一作数，那都不知道吃到巴肚来，所以就最近年纪哈，你根本上不注意嘛，身体不调理嘛，所以有人有的人哦，感觉讲，哎、欸，我都四五十岁了，我是现在治着高血压，是啊，治着糖尿病，哦，啊是啊，机能、五脏六腑真侪问题拢产生，甚至心也不好，容易大，这拢是提早老化，啊是啊，提早老化。就是你本身生活过程中间接触的垃圾特别太侪啦。这哦，这真正吼提早老化有影啦吼，安尼吼。所以风湿的话，经常才种比如人就对啦吼。这保养的这身体最重要的是啥？心灵代谢爱顺数。你开始机能在出问题中间，就是心灵代谢未顺啦，过乱哩，乱哩就对，机能会乱。啊，乱了了，伊慢慢慢慢，一项注意，注意的机能，伊开始就退化。啊，退化了后就，咱人辛苦白听，你就代表个呀。所以变啊，好，咱这人的身体、新陈代谢会损失，会细胞的活性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对。咱现在公司许多人一当做高价，咱路线比我大概拍电话礼拜。想不拢，可能讲啊，你敢知？讲哦，我怎么吃着许多山，吃一段时间了，对啦，迄皮肤继续水，体力继续有，精神继续好，详细话，迄、那个新陈代谢的顺序，皮肤那开水，那没顺序，皮肤不可能水。咱讲熟悉了是安尼，好多人人看这个病呢，病那是有更强，我、哦、这人心态都有，病那是暗淡。面色不好，这人心理上都有出问题了，对。真清楚就是安尼了，对。虽然进来用许多，咱许多山，好好那个利用最早的目的就是去收菜了，对吼。所以以许多山这三边为主了，对。我哩抵抗力一强，体态也好，吼，而且慢慢啊运作正常。你若已经乱的人吼。那吃一段时间过了，慢慢慢慢，也调整做成啊，就调整做成啊。吼，以许多山这个为主哈，有那个手骨头，因为骨头咱就怎样吼，来训练啊，这是顶骨空啊，老骨皮骨肉没不一样。骨头吼，那叫骨质叫流失去了，对啦，骨头是会怕的呢。你走路会疼呢，足侪人走路会疼呢，袂堪去走呢。
比什么卡呢？比什么拗呢？安尼啊，啊老大人啊吼，那骨头啊怕伊了啊，就容易破，容易坏掉，坏掉的中间易破的掉，所以这真重要。能够说做保养吼，和你介绍能够说合理的掉。这金陵的第二代，金陵的第二代是米华这个集团吼，重新研发的掉。爱经过啥？经过这个无温度，在零下的气温以下落去做，会升温开关，所以佫无这种热工程啊。热工的电工啊，你做过程中间哦，气温也降低，所以你要克服这个热工程，包括在温度零下以下去完成这个物件中间就对。以及叶黄素、叶米黄素这种物件，伊的升温会保持较悬，所以这第二代最重要的是这两点的着。无咱第一代咧做得好好，第二代升温较悬，咱当然爱第二代互咱吃，对不对？这是米吧，只有一团诶团队去研发出来了着。所以别个吃，咱来讲升温较好的、较悬的，建立变个第二代。好、哦，感谢哈，喜、哦、乐通。过等啊，等啊，到底要过好用？未使有先死咯，未安未使有先死咯。迄落从挂灯去做好用，就无唔对啦吼。我报迄落枪肺炎，这个肺炎按摩木，我常常伫咧讲，大家都搁咧讲个对。肺炎伫咱个肺经咧流通，包括中年骨咧肺经，到底有流通无流通，我嘛唔知啊。但是我特工我就咧食，安尼啊，你一两粒尔嘛，啊暗时两粒，啊那上计是搁中途去食两粒安尼。足简单的就是安尼个对啊，啊，互你保持这个血液的流通，会顺舒，袂叫流口，较袂塞嘞。塞伫心中就好，无好，塞就食力，啊，塞伫脑也食力，安尼个对。所以循环会顺舒，这嘛真重要吼。喜乐清，我报喜乐清，保顺健，男士朋友，一项尔，要不算，要不算，家己咧帮了家己知影，拍电话过来。但叫保顺的这个服用吼，胃红素，胃红素就是咧贫血的人需要吃的物件。从细做检查就没有，目睭会涩，头壳会咱晕晕晕晕，规工啊感觉晕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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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贫血咯。除了你感冒啦，感冒那头壳会晕会晕啦，吼爱烧啦，肿肿啦，啊你若不烧，啊无流鼻水，可能不时的规工在那。咁啊，头壳拢未爽快，未清彩，迄类型啊，迄对啊，无啥物病哦，无感觉讲我倒无安那哦，干那只头壳未清彩安尼尔，有可能是回不到，欠袂贫血。所以中西段，那是有遮竞争的人，只要你贫血的人，你食血红素就简单了，对，加含两粒，上计下到时啊，佮食一两粒安尼尔。所以这是真简单，可能会当回，会当有补充起来，和你身体复回。机能的运作的正常的物件，会安说感谢哈、哦，有点我不了解，你这里拍电话咱做详细询问，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好嘞。感谢哈，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好来，再看一下这个西中国家这边遮，哇，这真正都看了到，就清楚要倒啊安尼吼。但是讲中国要倒啊，讲不了就等啦吼，结果拢还未倒安尼啦吼。这个中共吼，讲即马面临着三个雕啦，吼、哦、三个雕了对啦，吼倒闭潮，吼、哦、就是讲迄个企业啦，什么种种一间一间一直倒啦，哎对吼。第二就是失业雕啦，失业吼找无头路啦。第三就是裁员啦，裁员潮吼、哦、就是大量死完工了对啦，吼、哦。啊，这个裁员听伊讲材料足恐怖吼，啊速度也真紧。啊！而且拢是大量大批的菜啊，那个对吼啊！这个中国这边家吼，这即马连续这个三个潮啊，讲个中国物价已经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啊！吼，啊都出出个好大好友谊啊！讲咩吼？中国囡仔来咱家食头路啊，那个对吼。所以这个中国失业吼，唔、哦、是干呐
迄、那个所谓迄、那个少年囡仔尔咧，包括咧大人、青壮年吼，迄种家庭经济的枝条吼，迄全部拢失业。结果中国即卖安尼，你敢知？讲归去提早三个月，互你回去恁的故乡去过年安尼啊？系啊，提早三个月，互你回去过年，无薪水啊？当然是无薪水啊！啊，即要大家一个算讲唔对咧，提早三个月唔饿啊啦咧，是反省等于过旧年咧。嗯嗯，那想想等于过几两年了，对啦吼。啊，所以呢，这个整个中国吼，吼、哦、大批啦，什么科技公司啦，什么咧，迄个叫做替换厨的啦，就什么做啊。讲是安尼咧，讲是啊，但是我都未做哩。三个大爸讲咧班啊嘛，讲是班啊，未满意啊，对啦。啊，然后啊，但是看中国到底伊还佫有在条动画股了，对啦吼。揣无头路是揣无头路啦，啊有头路的吼，其他你去啊画一个，叫你走你就走啊。啊，我一个空空老酸人，老酸人，讲要去中国嘞，无头路来台湾来。有啊，啊这头路好哩。这偌清的可能爱唔是偌清的啦，迄、那个就做啥啊？刮文的啦，刮文的可能爱较大鱼，你来做带毒啦，你来做大毒啦，你就对啦，哈、哦。哦，这是西点国家这边家，我们的经济完全无法度扭起来啦，哈、哦。好啦，啊，到底这情形是唔是用像咱看到的消息安尼？咱是安尼啦，我当然有看到，咱就懵报了掉。这个参做官啦，伊讲吼，伊讲卖讲是企业啦、国人啦，还是外资啦？参做官的就对中国的未来无信心啊！参做官都已经无信心啊，就对啦哈。你好有志气哦！啊，那系讲中国的要大量开放中国的学生来遮读册、读册、读册来了，就是讲咧，甚至当只食大路啦，总当只电梯啦。嗯嗯，这种边名哦，支持的迄个中国什么人哦？嗯，诶，伊做得那。管理这利益管的中国那边啊，换一个天来乐园，对啊，靠这个推热钱嘛，对啊，这对都不好呀、啊，嗯，是不是？台湾人大家，哎、欸，那说到要支持中国的吼，有可能会支持中国的，嗯，但是听到中国人不过要来找伊的头路，要来占头车，占伊船啊，会头路就对啦，台湾人惊死呢，啊，当然啦、啊，不能这样啊，是吧？对不对？啊、这对伊都。一百分都不求分好嘞，一句话呢才讲得出来。受伤阿彪弟，这到底是阿彪有人在落指导机，阿个乖乖听话，还是伊家己个头壳本来就是迄种？是头壳本来是安尼。啊，即马怎显出原形起来？安尼是不是安尼？你看支持好友也台湾人就对了吼。啊，是迄深蓝的对了，伊无惊，伊无惊，无说要伫台湾。台湾要吃头路，嗯，啊，对，根本都无一点啊好处，伊只有话讲出来，啊，可见这个人已经，然后算到我边那头，唔系，因为头爷两个嘛，头前伊是讲先开放，开放中国学生啊来遮读册，啊，读完了都可以留当台湾吃头路安尼嘛，吼。即久哦，中国学生来遮大量，你讲你卡大量诶，即对啥？即对迄个招生困难，迄种思考啦。嗯，可能就是有好，但是校长嘛，较一个尔，你为着一个校长，我较一票尔，好对不对？啊，所以哦，这才是啊，那因为去讲这个物件，咱现在是想拢无了对啦，哈。这唯一的办法就是校友伊无讲未使，无讲未使，啊，什么叫做无讲未使？用啥啦？那偏要叫人无色空调嘞啊！我那想嘛想，哦，对不对？工资佫较退了嘛，袂工资吼，是不是？也无加，也无加分，也无系啊，哦。好啦，来啦！啊，头拄啊吼，迄、那个王达瑞教授咧讲刮文贴啦，万不离袂顶袂动啊吼，扯起来吼，啊，换到迄个做吴新银啊，起来寻一个台湾的泥毛毛。咱先讲刮文贴袂掉啦吼，咱先来讲起来啃。但是刮文贴伊咧做台北市长的时阵做八年，咱袂集中调查会。对啊。伊的成绩拢是吊车尾的呢，吼！啊，而且即马去哦，人逼讲啊，敢财团就对啦，吼！迄真正按来扯去的状况足严重。伊讲哦，台北有一个威金集团呐、啊，伫咧瓜分特的年代呢，得到历史以来最悬的融资率安尼啦，安尼甲换算落来吼，这个威金集团安尼得当得到利润高达到400亿安尼就对，吼、嗯嗯嗯。哦啊，干那回馈一个什么停车场啦，还是什么有诶无诶啦，公园诶利用安尼啦，
所以质疑到这个台北市府刮门贴的时阵，就咧多里财团啊咧要求讲这个爱贴渣啦。啊，即卖的台北市市长是蒋万安嘛？蒋万安讲，那对市民的角度来看，当然无合理啊。伊会伫一礼拜来做了解，啊，市府也会配合。所以哦，这个做刮门贴这个人，感觉清气无啦，无啊清气。你干阿这点？照你讲，伊咧虽然是台北市议会来在咧质询，但是你刮门贴伫外口听到时，你唔得爱随出来回应。对啊。哦，讲谁那伊会得到历史上最悬的容积率？安尼讲会当换掉利润是被霸。我一个问题，我话你想。嗯。阿兄啊。啊。有哩。大鸡蛋。对啦，系啊。现在放咧好好，安尼会到将士完全拢都无讲啦，都嘛开工。啊，同咱讲个真实哩，啊，看咱来做些检调嘞。啊，咱做检调了，话咱讲啊，哪还呐？不要不要插啊！啊，要检调我，现在唔在东东边呀。无啦，我是唔知讲这个瓜分条到底也卖得比倒位安尼啦，吼，咱是搞不清楚啦。这两天开始定落啊啦，为咱做解说的时阵，伊当时都当选调的台北市，因为讲大巨蛋有问题。迄句就是变老话啊，其实是无问题啦。嗯，爱硬讲拗好讲有问题啦。有问题？伊即马讲咩有问题？硬硬啦，迄件嘅物件对啦吼，当时较早时阵啊，刀心啦，啥种种。对啊，有问题啊，即有问题啊，即有问题咧，迄是专家讲嘅咧。伊话是认为讲有问题，唔该叫伊停下，别再去治，别再去治，伊是做八年中间就叫。头头去，今麦开业嘛？去完啦，变合法嘞啊！开业嘛？今麦已经咧发起了免钱的票啊，讲三千几张嘛，讲叫人抢了了。啊，伫迄过程中间，伊八年的中间过，只有大致在咧做咧做咧做，伊拢无讲半句的哦。嗯嗯嗯。对，最爱查看嘛，点掉啊？小我清醒人无？无啦，那所以就是我咧讲的啊，讲伊都打东山台北市长，讲大巨蛋有问题，一句话是白杀的啊。事实是无问题，硬讲拗讲有问题安尼啊，啊无你唔知咩解说啊？啊，个双啊，差无？物件已经跌落去啊！我咱叫检调查看嘛，就是要个去检调做计量嘛，对不对？对啦，熊嘛，这不就咁严熊？哎，这严熊，是不是？哦，你怎么闹啊？沸沸扬，对不对？啊，我建国家，建国输了啊！偷人的对，用出来电视的公公这，嚯，多个小妹啊，那啊那会打死我的啊！有啊！完全统拢无公安啊！无公安，统要完成，起码也要开结吧？啊，结果咱直接讲回报啊！啊！伊发三千几张的免费的，所以说试用券呐、啊，哦，要离大巨蛋来在看，就是比赛三回了，就三千几张讲抢了了啦，抢了了，啊，所以马金也算，秒杀，系啦，阿外也得回啊，系阿外意思就是咧讲别人咧钱到代志啦，咱听众朋友恁认认啦，我刚才讲爱广播啊，哎，对，刚才讲家拢来帮你啊，吼，对啦，回收啦，是发生代志，啊，这八年来对啊，大巨蛋拢点点，嗯。哇！即嘛终于完成啊！啊，开业啊，要开业啊！啊，你拍要拍球啊！啊，你这种情绪啊，都无问题。啊，较早唔拢讲过。所以啊，啊，万达大巨蛋啊，伊讲五大弊案的啊，大弊案五个啦，系啊。我讲大巨蛋好啊。五个，我印象中大巨蛋伊挖过一个双子星嘛。哦。过一个双子星嘛，啊，有阵双子星挂不掉，就是硬要中珠的未来嘛。对。就是硬要中珠阿贵啊，叫咱下头做高兴会啊，什么？他驳回嘛，啊驳回了，国民党就作秀提供啊，你中央帮你搞起啊，你都对啦。好，来，这检调啊，无什么嘢啊，非是台湾司法已经死啊，再讲得苦啊，无所以讲咩啊哈。好来，咱台湾呢，要派114名官兵去美国受训哈，因为啊呐，明年开始。就开始有38台的 M1A2 的这种的这双型的战车，
各十一套海马斯的多管火箭系统都要运到台湾啊。哦，我先来讲这個，你敢知？我就是要甲强辉讲，你要拍的较紧的。明年叫我那收掉，你我还没在了拍呢。我能拍。来来来，单枪插水哈，啊，不要单枪拍水。啊，来进一个广告，啊，两米十个倒等啊，来感谢。中午这个媒体啦，去访问到赵小康，啊，赵小康来针对到这个郭文特讲，以做八当的台北市长，啊，无什么政绩啦。哦。啊，一个做八当的台北市长，无什么政绩，无能力的人，伊是要哪敢做总统？要哪选总统呢？啊，那安尼，咱要问好友，伊含赵小康，啊，你当时一定要先合作是咧干嘛嘛？你用锤咧吧，要合作个。啊，特别讲，冤家冤了大行嫌嘛，对不对？哦，啊，那要合之前，当然就一点，安尼双方面就爱耳朵对边去的。嘿，人拢安尼啦，嘿，把劲啦，都无感觉呐。还有当时啊，切啊到顶好个时阵，哦，当干袂死，一个冤家了，尔头毛也嫌，外形也嫌，伪装也嫌，胆也嫌。不能切啊，就安尼啊。哈哈哈！今日话感谢咱用知识来收听台湾南科的节目吼，咱这波一两点钟来哦，非常感谢。